吃块肉，好着呢，这肉特烂。哎呀，妈，你不知道，以前在他爸家住的时候啊，我每天上班就怕下班，现在相反了，每天过了中午我就想着回家。那当然了，住自个儿家多舒服啊。是不是妈做的菜好吃啊？太香了。好吃使劲吃啊。多来点，来，这鸡肉来。你想吃什么就跟妈说，妈给你买去。现在就是除了螃蟹不能吃，螃蟹太寒。明儿我买几条黄花鱼回来给你们烧。糖醋。行。好嘞。买点虾。妈明儿买去。哎呀，可得给我姑娘好好补补了。小亮，你也使劲吃。是，我就。啊，每天上班那么忙，大小伙子，人是铁，饭是钢。吃肉吧。我跟你说，你一定心细一点，任何蛛丝马迹你都别放过啊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先这样先这样。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哎呦，你这又喝多少啊？来，慢点。哎呀，慢点啊！没事。还跟你说了，少喝。哎呀，坐着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我几个同学不在法院吗？非要说聚一起喝酒，四个人喝到三瓶白酒，他们太能喝了。哎呦，那你这也不能光为工作。咱这身体不要了啊！哎呀，有时候真没办法，为了工作挣钱，他还就得喝酒。挣钱不要命了？你挣那么多钱都干啥呀？给谁花呀？为你花吗？你就是我挣钱的动力，你知道吗，亲爱的？都是为你。听着真舒服啊！走，早点上床睡觉，快陪我睡觉。你先上去吧，你送我早啊。好，慢点啊。快点啊！行吗？没事。哎呀，没那么夸张，没事，慢点，对我慢点就行了，不会倒的，没问题。哎呦，喂，哎，大姐，哎，我亮亮啊，小亮啊，哎，爸呢？睡了，可能累了吧。这才几点啊就睡了？谁知道呢？哦，是吧？没事啊，我就是问问。啊，好，那你也早点睡吧。好，那挂了啊。怎么了？天儿啊，我刚才洗澡忘了带浴巾进去，在里面站了半天没敢出来。为什么呀？我忘了这是我家了，我还以为还在你家呢。嗨，你这没事吧你？我家又不是地狱，让你说的。还不是被你爸给吓的。哎呀，一切风雨即将过去，马上就要见到彩虹了。哎，你说，你公公怎么就同意了呢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，怎么就是这么容易答应了呢？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，说不定这回你公公哪根筋儿就搭对了。行啦，别说我了，聊聊你，你这个老姑娘怎么打算的呀？你说谁老姑娘呢？在过去，你这年纪可不就是老姑娘吗？还是压箱底儿的。说说有什么情况没有啊？你不知道，其实呢，我是有计划的，我准备憋个大的呢。憋个大的？你最近怎么那么神秘呀？上着班老出去讲电话去，是不是有情况啊？是不是那个刚才那发短信？不是，小敏，你看啊。吹我的人这么多，我总得矜持一下，好好考虑考虑吧。你快点给我老实交代，别废话，快，谁跟我说？我就不告诉你。
不告诉我拉倒，别后悔啊。姐，这是我们雄宁公司新推出的一款产品，非常好用。我听米总提过好几次了，那个什么华信跟咱们公司经常有账目上来往，我怀疑米总在外面有小金库。那你没问问郑会计啊？问了，口风特别紧，什么都不跟我说，所以我才怀疑。我觉得这件事儿肯定有鬼。你这样啊，无论如何你都要查出这个华信公司跟老米是什么关系，一旦发现什么问题啊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，听到没有？王丽，我，哎，你最近忙什么呢你？你也不说出来聚一聚。哎，对了，我听你说，你是不是那个工商局有一个朋友？哎，你帮我约一下他，我有点小事儿。好，好，好，说好了啊，那我等你电话，谢谢啊。给你点辣酱吃。这东西最下饭了，你必须得多吃，知道吗？看你那小脸白的，赶紧多吃，把小脸给我养的粉扑的啊，养红了啊，要不然妈这暴脾气，我告诉你，我真压不住了。妈说的对，小米，来，你吃点青菜有营养。哎呀，行了，他想吃什么自己弄，在自个儿家里，你用得着吗？妈，您吃。我不管，你甭管。小亮，吃饭就是吃饭，自个儿吃自个儿的。这一家人在这没事加来加去，累不累得慌啊？嗯，行了，吃饭。我吃饱了，哎，一会儿吃完我来收拾啊，我刷碗。没事儿，那你先回屋吧。嗯，妈，您慢慢吃啊。你能不能对小亮好一点？那么凶，吓死谁！哎，我说的没道理啊，他这一天到晚可都在医院里头，医院里头什么病人没有啊？你现在身体这么……好歹呀！我发现你怎么什么人？我这两天想了想，我觉得我这事儿吧，跟人家也不能全怪人家，也是我自己疏忽大意了。你什么疏忽大意？是我疏忽大意了。我告诉你明儿。他要是一个干别的工作的，我不怨他，是不是？男人嘛，粗心。他是那粗心的人吗？他自己就是产科大夫，他自己老婆弄成这样，他关心你吗？真关心你吗？行了，差不多得了，见好赶紧收摊儿吧。你不就是想借此机会把事儿闹大吗？好让我搬回来跟你一块儿住。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就你那点小心思。嘿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把你妈说成什么人了？还有我这暴脾气？啊，我干嘛呀？我要有点什么想让你回来住，我还不直接说，我还兜圈子啊？我还收摊儿？我收什么摊儿啊？我啊，我阴谋家呀？我啊，你妈是一个心直口快、清澈见底的人。那你什么意思呀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真想让我们俩离婚啊？哎呦，
我，哎，我说离婚这不是因为他们家对你不好吗？表现不好吗？他不是他们给了我很多把柄吗？这不是？再者说了，我让你回来不好啊啊！这不是为你好吗？这天天四菜一汤的，你别不知好歹啊！行，你对我好我知道，但是我跟你讲啊，你老是一天到晚对小梁这样摆个脸子，那么凶，吓死他了，在家里他能好过吗？那不得一天到晚想着回家呀？我跟你讲，他要是回家，他去哪儿我去哪儿，我就跟他搬回去。成，你不管啊，你不管你妈，你谁都不管啊！你要搬回去，你就搬回去，爱去不去。我下辈子我再要孩子，我都不叫王淑华，我。那你叫什么呀？你叫王琳琳吧，咱还是一家人。我打你！我死我都不能叫王琳琳呢，我。不过真的妈，你说这事俩家人闹得也挺不开心的。要么我说，咱哪天去跟他爸、他姐一块吃个饭，化解化解。行，我才不跟他们家化解呢，我不吃，不去拉倒，就不去。那天我就搬走，后悔了你。你敢？你搬个试试？